千万不要存心说服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说服的。只是我们现在因为受西方的影响，我们很喜欢讲说服。一句话讲完了，没有人能够改变任何人，除非他自己改变。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句话是真话。你想改变任何人，你要记住，你越用力，他防卫越强，他绝对不会放松的。 你要让他没有这种感觉，让他心里很宽松，他自然就接受了。我想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，很难改变，因为这已经变成我们文化的基因的一种。要说服人，这两个字其实是不好用的。人跟人是一面镜子，千万记住，你要改变镜中人，唯一办法就是改变你自己。你一笑，镜中人就笑；你老看他不笑，就是因为你不笑的观念嘛。人。 对人是一面镜子，要改变对方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先改变你自己。你一改变，他就跟着改变中国人私底下很好商量，公开场合不要去讨论，这样子对了我这个案子想要体会以前，我首先要想，这个案子可能有几个单位会不同意。我没有开会以前，我去找他不是说服他，中国是不可能说服的。我们现在学的西方那一套，其实都没有用的。怎么说服？你要说服谁？ 我们去告诉他，你照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要告诉他有什么好处，他一听有好处，他就赞成。了。我们跟人家讲话，先找那个共同点，然后再尊重他不同的那一面，就是求同存异。最了不起就是求同存异。曾国藩最了不起的事情是他以道德化人。什么叫做化？化用现在的话来讲。 就是参考权，什么叫参考权？就是人家自愿的把你当做参考，一点不强制。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讲说服力，我是一点不赞成的。你干嘛去说服别人？有谁愿意被你说服？说服这两个字要从你脑海里面把它彻底的除掉。我们没有资格去说服任何人，基本上就没有人。 愿意接受你的说服，因为那有强制性的东西，它一定是反弹的。我们发挥参考力，丢残各自的，不摆害。这就是从心里头发出来一种自动自发的感受。这个字叫做“化”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千万记住，没有压力，他才会心甘情愿的接受；有任何压力，他都会反弹的。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。那你要用什么东西让人家自动的向你学习呢？专业他不一定要学你的，才能他不一定学得会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德服人。我想这是我们老祖宗一直讲的“以德服人”。用现代话来讲，你把你的能量做大以后，你自然会吸引很多人。 他跟你就会有感受，就会互动。但是千万记住，没有恩惠，不要说我对谁好，嗯、没有。你不要求人家感谢你。嗯、一句话讲完了，人情你不还，他永远在；你一讨，他整个都还给你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我下面这句很重要，中国人。 是全世界最讲道理的人，但是要跟中国人讲道理是世界上最难的，几乎都是讲不通的。因为我们 O 型的特别多，我们很固执，很自以为是，所以我们很难沟通。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，因此只好讲东讲西，旁敲侧击。我们是引发你的自主性。你要跟中国人讲道理，要引发他的自主性。 我讲的再白一点呢，你讲的都没有用，他讲的算数。你看中国人扯来扯去，就是要他自己讲。别人讲的是你讲的，又不是我讲的。我讲的糟糕了，我自己讲了，我亲口答应的。我用闽南话讲，你会记一辈子。你卖功。你讲下嘴巴创伤，你讲下嘴毛不好，你都可以讲。下面那句话更要看伊安怎讲，这最厉害。那看伊安怎讲都好了，你讲是没有用的。 现在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，说你要想办法有说服力，这是非常可笑的。你说服不了任何人，你越想说服他，他那种警戒性越高，他、啊、那个围得更严密。你去说服西方人，也许有可能，因为他们有同理心，我们是没有同理心的。很多人到国外学的一些东西，他就拼命把它放在中国人身上，那是很奇怪的。 我们只有同情心，我们没有同理心。你看，你越有道理，人家对你是越不高兴。你有利，好像你都是你们家的，我就偏不吃你那一套。你把我怎么样？不要随随便便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就盲目的套在中国人身上。那各位一定会问：那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？因为我们有易经的道理。你看中国话永远告诉你两句话，一句话就是说。 你要排除万难，你要面对现实，你要勇往直前。但是另外一句话告诉你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你逼得太紧，只有让对方更加全力来对抗你。你退一步，他也退一步，他就觉得很好笑。根本就没有事一样。所以读完《易经》，你要在生活上去应用，揣摩对方的智慧和才能，度量他的实力，估计他的气势。 然后你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先跟对方周旋，不要求赢他，只想跟他。我已经讲过，叫做梅叔赢。中国求梅叔赢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，这个是《鬼谷子》非常有名的，叫做飞“飞钱飞是什么？飞就是造成一种荣誉感，就是尽量。闽南话用“ boy 的。 金融个不钱是钳制他。我讲一个最简单比例，你一听就清楚。比如说各位都在这里，我要杀其中的一个人，怎么办？你会伤到其他人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拼命的赞美那个人，赞美的那个人坐不住，他一站起来，咔一下就出去了、嗯。<laughs>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说，你要啊，多说好话。 你要多奖奖励他，其实不见得是这样。最新的报告，最新的研究报告，就是说多鼓励小孩，不见得是对的。多说好听话，可能是害他的，因为他很容易就按耐不住啊，很容易就上当。我是觉得一切合理就好了。你看他永远不会变，合理的鼓励，合理的责骂，合理的什么？合理的什么？那个度。 要靠自己去掌握，因为每个小孩都不一样。教养的方法就是难就难在每个小孩都不一样，兄弟都不一样。你对哥哥这样可以，对弟弟不能那样，因为他不同了、啊。我们现在不是都是好讲究同样的方法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因此，我们从刚才讲到现在，就说你一开始眼睛要放亮一点，脑筋要清楚一点。第三个，不要急着要开口做什么，这样各位才知道中国人见面。 他先说：“你吃饱了没？”这是最高艺术。现在很多人很奇怪，会说：“现在大家都有饭吃了，都吃饱了，不是农业社会了，不能再说吃饭了没有。”其实是错的，因为问人家你吃饱了没有，跟吃饭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吃饱了没有？还没有？还没有，请你吧。可见这个没有关系嘛。中国人问你你吃饱了没有，是在问你现在心情好不好？你要搞清楚这一点。不爸喂他请你喝面嘞。 呀，爸辈，他是很会回答，你都开猫就买了，关门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中国一套嘛。你吃饱了没？看他怎么回答。吃饱了，刚吃过，表示他心情很好。中国人要讲话，一定要让对方心情好，否则你是徒劳无功的。中国人情绪稳定的时候，他是世界上最讲理的人；但是中国人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他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人。同一个人呢，偏偏中国人经常是情绪不好。 <laughs> 所以，我们看起来都是蛮不讲理的。实际上，我们是非常讲理的。你问你自己，你讲不讲理？没有人说我不讲理。我们试试看，哪个人敢这样说？我就是不讲理。来，站起来。中国人他是认为应该做一个讲理的人。你不讲理，就算什么人嘛？但是跟中国人讲道理非常困难，因为当他情绪不好之后，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所以要跟中国人讲话，第一招。 使对方心情好，那心情好的话，你用问的最简单了，假爸爸打架呢，那你心情好，他就马上怎么好谁好啊？中文就是不能直接了断去问，不能，你更不能说算了，现在是现代社会就问你现在心情好不好？你试试看，你去问，他马上问你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嘛？ 外国人很奇怪，外国人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；中文你问什你问什么他就问你你要干什么。我们警觉性非常高，中国人是个警觉性非常高的民族。你吃饱了没有？干吃。下面那句话更要跟你讲两句话好不好？只讲两句，没有问题。讲三个小时，两句话讲，他他也没有错，就这一句接下一句，要一句接一句,句，两句一共两句。你吃饱了没有？吃过了。 哎，我有三个小时话跟你讲，我没有时间，他就溜了嘛。哪有那么笨的？只讲两句，讲三个小时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要讲心理学呢，那中文是第一流的，绝对是第一流的。还有问人家你要去哪里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哪里？这是我们很常用的，但但现在慢慢失传了嘛。你要去哪里？哇哉哦，就心情不好嘛，你就调转你的方向，你就跟着他走。 你逆的一个中国人讲话，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你顺着他，然后跟他讲一些无为不为，才开始讲真话，他就听进去了。先缓后急，先把那个情境范围布置好了，他主动会问你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找我？你说嘛，客气什么呢？你说不行啊，让你休息再说。我不累呀、啊，他会讲不累呀、啊。中国人最妙就是你说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一定说西嘛。那你为什么要说西呢？ 你说西，他就说东了、啊。嗯、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啊，男男生来讲哈，每个当丈夫的人，当你要下班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你一定发愿说回家要跟太太好好相处。好不容易结婚呢，吵架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人收拾公事包的时候回去要大吵一顿，没没这种人了、啊。这一回去呢，就发脾气，是什么？就是太太第一句话就激怒他了。先生一进来，马上讲一句话。 有三个电话很重要，赶快去听。天天一肚子火，你平常都想关心我，原来都是假的。电话最重要，我身体不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听，这么重要，那你太不了解他了。可是你试试看，你下次不说，你试试看嘛，你都不说。他坐下来一看，有三个电话，这么重要电话，你都不告诉我，你人在家跟没有在家一样。 中国骂人是全世界冠军，他最最会骂，骂到你痛点、啊，还真的吗？所以做太太要有这个素养。先生还没有回来，有三个电话很重要，你知道，你不告诉他，他会火冒三丈；你一告诉他，他就大发雷霆。那你不能结论说先生脾气坏，你不能，你要自己想办法。办法很简单，就看到几个综合的应用嘛。先生一进门，不要说话，先。 揪个热毛巾给他，平常没有热毛巾，今天有他就问什么事，他一定问什么事了。你要引发他问嘛，你不要去刺激他嘛。什么事？你说没有，他更奇怪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明明有啊。他说那边有电话，但是你不要急，你休息一下再去。那不行，我就要听。不要不要，你今天很累不累？他都他不累，不累就听嘛，一定会达到你的目的，但是顺理成章，这才是会讲话的人嘛。 三两句话把对方急得跳起来，那你算什么呢？除非你存心把他气死，自己当寡妇。<laughs> <laughs> 其实有很多人是专门做这件事的。<laughs> <laughs> 你看以前都是女的寿命长嘛，最近有好现象，就是男性的寿命好像比以前长一点。其实是不是女性比较懂做人呢？不是。 他比较少操心，男的，反正不管他算了，不是好现象，都不是好现象。要管他，要操心他，但是要让他高高兴兴的，这算是高招。这个飞钱是非常管用的东西啊！你要钳住他，你要让他先飞起来，目标很显著，否则你钳不到人。你看，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太阳跟风的威力哪个大？我相信各位都读过嘛。太阳说他厉害，风说他厉害。 好，那我们两个试试看。正好有一个人走过来，风就开始吹呀、啊，吹得他身上衣服越拉越紧，越拉越紧。太阳什么也不做，晒晒到他自己把衣服脱掉，还是太阳厉害，风不厉害。因为你一吹，它就拉紧嘛。人不要给他压力，你给他压力，他绝对抗拒。你让他没有感觉到有压力，他就自发的。所以对中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发，你千万不要。 我我讲比较清楚，让他自动而不是被动。中国人最喜欢自动，最讨厌被动。你看，你想做的事情谁都挡不住，你不想做事情谁都吹不动。但是有一本书把我们害死了，说中国人很被动，要退一步才进一步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你不要上当。人跟人是一面镜子，千万记住，你要改变镜中人，唯一办法就是改变你自己。你一笑，镜中人就笑。 <laughs> 你老看他不笑，就是因为你不笑的观念嘛。人对人是一面镜子，要改变对方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先改变你自己。你一改变，他就跟着改变慢火处细功，即使对方所说并不是我们所极易想要知道的东西，也可以有维系的地方，去抓到对方的弱点，自己暂且收念。 对方才会打开心扉，以静制动，就这个意思。你静，他就动起来；你一动，他就静。动的人都倒霉，动的人一定倒霉。你的话讲最清楚嘛，点点加三万公你三万公都可以弄一架耶。将来弄架，如果我我无在去做我架嘛，锤一打你当，你一打你讲话，你你不当架咧，就非常清楚的嘛。要使对方高傲。 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自己表示谦虚，要从对方获得，自己先要给什么？给时间让他说话，给机会让他炫耀嘛，制造他满足自己的那种虚荣心的时候，你一定得到很多东西。让对方先开口是上策。这米良话讲最清楚了，心共心细，心共一点细。很多人现在都忘光光了、啊，看你怎么说嘛。你说的很对，他一句话就把你否定了。 像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才说，你以前不会说，你以前死掉了，他照骂你，那谁叫你要先说呢？现在不是争先恐后，这完全没有读通老子的书啊！老子告诉你，不争才是上策。在中国的时候，你看争的人最后都争不到东西。当然，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经验了。以前一个妈妈带了五六个小孩，凡是会争的小孩，妈妈都给他一些普通的东西。 他一定会保留好多东西给那个不会争的小孩，因为他怕他吃亏。会争会争都争到小的，啊不争不争都让出大的，让 <laughs> 来让去让出一个大的。对方的道理跟我们不合的时候，不要说这样不行，不要去否定他。你否定他，他更坚强的防卫他。你要用反问的方式，你说如果这样的话怎么办？ 使对方用更深的道理来回应，我们才知道哦，原来他看得比我深，那你就得到了。如果他回答不出来，他就知道他应该要改变。我们从他怎么回答，从他的反应可以知道他真正的用意在哪里。但是你碰到厉害的对方不说话，你怎么办？那这个问题是很难的。两千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。当中国人都知道先说先死的时候，你也不说，我也不说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，我讲一次你就记住了。这明白，可不理将爱行功，情势不利的人，你再怎么样要先说。你看，我想跟你借钱，你知道，你不说我也不说，那白聊时间嘛，白花时间嘛。那我要借钱，我情势不利，当然要说话吧。 我怎么能不说？他心知肚明，他绝不会说的。没有那么笨说，说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要借钱呢、啊？要借多少啊？我开给你这种人，不可能嘛！中国人，你去找他，他一定知道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一定在想你来干什么，但他装的不知道，他不说。你要求职，你要借钱，你不开口怎么办？有一个人，他要找工作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后来真的老天帮他忙，就搞了半天，他也不敢开口。 那对方也装的不知道，结果临走出去的时候皮鞋不见了，大概被狗叼走了。我请问你，当你去找人家拜托他给你介绍工作，结果连皮鞋都不见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抱怨，要求他陪你？那你绝对找不到工作了。那个人让老丁这快，他知道天助我也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打官脚就出去了，回家了。这个人在里面想了半天，人家找工作我没有答应他，连皮鞋都不见了。 干脆刚他找一个算了，就找一个工作给他吧。像这种事情，你平常要多多储蓄在这里，到时候皮鞋不见，你才知道赶快利用这个时机可以找到一个工作，不然还在查百科专书，百科全书没有借条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慢慢了解到，你活着就是要改变你自己，你不需要去改变别人。我们银行老讲去改变别人。我们讲一句话，请各位自己去揣摩揣摩，人。 没有办法改变别人，除非他自己改变，这样是对的。你想改变，你就变了；你不想改变，谁都拿你没办法。所以很多人老是喜欢夸张自己，说你看我改变了多少人，没有那回事。包括你的小孩，你都无法改变他，除非他自己愿意改变。所以人变好变坏都是自己的事情，不是别人。你不要推责任给别人。只要你想改，没有人挡得住；只要你不想改，没有人哪里有办法。我有一些朋友。 专门到监狱里面去传播一些道理。他久了以后，他就慢慢知道了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到监狱里面看到很多犯人，你怎么看他都不可能是犯人。他自己也说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，怎么忽然间做这种事呢？这就叫做命。他的命里面会犯到这几样东西，都排得好好的。人生像什么？人生就像那个垮栏，一个高栏垮过去，再垮一个。 我们为自己设计很多障碍，设计很多难，让你自己去垮、去克服。有人，他是设计几次牢狱之灾，来看看自己能不能改变。